大家好，我叫高宏伟，是 Morningstar Institute 的数学老师。今年 AMC 10 12A 是在11月8日举行，距离现在呢还有11周的时间。AMC 10 12B 卷是在11月的14日举行，距离今天还有12周的时间。在这里呢，我很高兴跟大家分享一下去年，也就是2022年，我们 Morningstar 的学生参加 AMC 10考试所取得的成绩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去年我们的学生中获得参加 AMI 资格的有23名学生，那其中还有一名学生进入了 USAJMO。什么样的学生适合参加 AMC 10备考班呢？我们这个备考班是从下一周开始上课，主要是面向 AMC 10基础比较扎实，也准备参加今年 AMC 10考试，并希望取得优异成绩，比方说获得 AMI 参赛资格这样的学生。那下面我举几个比较典型的例子。Jerry 过去已经参加过 Morningstar 的 AMC 10方面的课程，比方说 AMC 10入门班、AMC 10 12的全年班，或者说 AMC 10暑期强化班，那他就有比较扎实的 AMC 10基础，很适合来参加我们这个备考班。又比如说 Luna，他去年参加了 AMC 10考试，考了80分啊，或者说80分以上，那这也说明他的基础是相当的扎实，也很适合来参加我们这个备考班。再比方说，William 自学了 Morningstar 的教材，叫《A Tour Guide of Pre-College Math Level B》。我们这本教材呢，是涵盖了 AMC 10以及以上包含 AMI 的一些内容。如果一个学生能够把其中 AMC 10的部分，主要是前面9章，能够自学的话，他也有足够的基础来参加我们这个10的备考班。比方说 Catherine，她可能去年已经考得不错，她已经获得了 AMI 的参赛资格。可是她今年想再提高一点，我们也非常欢迎这样的学生来参与。我最后再举一个例子，比如说 Cindy 今年11年级了，她所以她不能考 AMC 10，她只能考 AMC 12了。但我们知道 AMC 10跟 AMC 12大约有将近一半的题目是完全一样的。如果 Cindy 在 AMC 10的这块部分还需要提高，那她也非常适合来参与我们这个备考班。备考班也能够很大程度帮助他们提高10的成绩。我们的上课部分是综合练习，会做跟 AMC 10相同专题、类似难度的各样的自编的题目，涵盖了 AMC 10所有的考点。每次做完题以后呢，我们会顺带的回顾、复习这道题所对应的 AMC 10的知识点和技巧。这样呢，我们会帮助学生全面的掌握这块考点。我们每次上课之后会有作业。作业是每周一套 AMC 10的模考题，也是自编的题目，跟 AMC 10的格式是一样的，25道多项选择，限定时间为75分钟。那这些题也是涵盖了 AMC 10所需要的一切的知识点和技巧。模考作业我们会提供详细的解答录像，学生可以在做完之后，对着解答录像来订正自己的错题，总结经验，为真正的考试来做预备。课后，我们非常欢迎学生或者家长来联系我们老师进行答疑或者询问 AMC 10考试相关的问题。这里我再次和大家介绍分享我们的课程参考教材，《A Tour Guide of Pre-College Math Level B》这本教材是我们 Morningstar 的老师自己编写的。教材的 PDF 版本呢，可以在 Morningstar 的网站上免费下载。这本教材可以用来预备 AMC 10的考试，AMC 12的考试，也可以用来预备 AMI 的考试。其中前面9章是 AMC 10的内容，欢迎大家下载使用。希望这本书能够帮助到大家。最后，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两位授课老师。左边这位是杨奔博士，杨老师本科从北京大学数学系毕业，是麻省理工学院，也就是 MIT 的数学博士。曾获2007年俄罗斯数学奥林匹克金牌，以及2007年国际数学奥林匹克，也就是 IMO 金牌。那右边是我自己，我从浙江大学数学系毕业，在加州大学尔湾分校，也就是 UCI 获得数学博士，曾担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，也就是 UCLA 的数学访问助理教授和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数学系讲师。那我们都衷心祝各位同学在2023年的 AMC 10考试里面取得好成绩。